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九千个酷币能抽到多少个很屌的宠物。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几率哦，0.0001。好，我们央立那个 flag， 如果抽到了0.0001的任意只，我们一样现场加码再氪一单，好不好？你给我一个0.01，我就氪一单，以此类推，好不好？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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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看氪金的结果，好刺激哦，好刺激哦，来。傻瓜咕咕，燃烧的一尾狐，这个怎么样？怎么像金子在游啊？没有开玩笑的。露出脚的黑龙，黑龙怎么样？菜头弟弟，谁？哎，后面有绿色背景的，是不是比较屌啊？是吗？猫头鹰，花苞，剩最后一个，剩最后一个了。哎，有件事，我把我的视讯镜头往哪边移啊？我缩小一点好了，不然你们看不到。这个看不到，我放这好了，我放这好了。镜头是不是歪掉了？好，这样子可以 ，OK。开，小婴儿，小婴儿，三小。没有，我们还有机会啦，还有机会啦。啊，再来一个十连抽。婴儿，怎么抽到小婴儿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好吗？但好像都绿色背景的哎、欸。这要抽到什么背景才强啊？有人知道吗？健康的咕咕，这超烂的吧？这灰色背景，我们一个一个开。又是这个哎、欸，露出脚的黑龙。幼苗绿色的。健康的咕咕也太多，勇者咕咕，这个猜呢？只是多了手套跟长了脚而已。祭司咕咕，法师咕咕，健康的一整套咕咕，懒蛋没了，没了，一堆咕咕。好，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我们这边还有4000个啊、哦，还能抽，还能抽。为什么？这真的能中吗？真的能中那0.00001吗？跟你讲，工程师有没有在看台？有的话，我这个 flag 哦，我再说一次哦，有抽到那0.0001的各一只，每多抽一只我就多氪一单，好不好？工程师在看台，你们加薪的机会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开，看一下他到底要不要给我这个灰色底，就不用看了吧。不平凡的咕咕，不平凡，对吧？这干那个咕咕到底要出几个不一样的咕咕？怎么还要？我现在表情就跟这个一样，真的。健康，小丑咕咕。我就是这个小丑，战勇气菜头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还有1500个，我们还有1500个酷币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们还有单抽，我们还有单抽，啊，单抽出奇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现在聊天室，你们真的要给我力量了，好不好？聊天室给我一个会中大奖的贴图，好吗？感谢马场30块等内加持，感谢你。聊天室给我贴图，给我力量，拜托你们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单抽，最后希望了，最后希望了。老鹰，哦，开始起飞了吗？老鹰就代表一个起飞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逆风高飞，对吧？接下来应该是直线往上的吧？这怎么好像抽过？接下来应该要起飞了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啾啾啾啾啾啾啾，怎么说？到底要几只咕咕？到底要几只咕咕？
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抽卡有保底的吗？还是没有？尼欧姑姑，这已经不是姑姑了吧？这不知道是谁的哎、欸，这看起来比较像是地瓜球，尼欧地瓜球，这到底是谁？呀，草爷，草爷，你有氪金吗？你有抽到好的宠物吗？我怎么感觉我一直在地狱里这个轮回啊？小南瓜，啊，这最后一抽了。我闭着眼睛抽，我闭着眼睛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了吧，对不对？0.01，我20抽，共姑跑去大风啊，大风比较划算吗？大风会比较划算吗？是哦，是这样吗？抽完了，那你们知道我该花了多少吗？我花了台币2900，抽个鸡巴，抽个鸡巴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啊？不对哦，我除了抽了那些之外，我还多了这个翅膀啊。我感觉最有存在感的就是这个翅膀了。我氪的那些9000个氪的那一单，最有存在感的就是这个翅膀了。其他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该抽到什么好了，就这些，这些2900台币，各位。